应中新网邀请，我为年轻人写几个字。最近常看到一些年轻人在网上有种种感叹，这里借用金庸老先生在《倚天屠龙记》里的一句话送给大家：他强任他强，清风佛山岗。希望年轻的朋友们拥有一颗强大的心脏，不要因为外界的声音怀疑自己，变得更加自信吧。